是湯寶如，很開心今天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面。湯寶如 Karen 花名湯記，1990年參加第九屆新秀歌唱大賽而入行，1992年正式出道，簽了給寶麗金唱片公司。在寶麗金時代，湯記推出過很多的代表作，譬如好似《緣分的天空》、《相思風雨中》、《我和秋天有個約會》、《感冒》等等。在卡拉 OK 盛行的時代，有誰沒有在 K 房點過來唱呢？這些歌曲令湯記拿了不少的獎項。不知在湯記還未成為歌手之前，她的追夢路是怎樣的呢？我媽咪是一個很傳統的女人，因為 她自己是醫生，我爸爸是一個投資者。其實我對唱歌是我是喜歡，但是我沒有想過唱歌是我一個職業來的。我因為我由小到大，我希望我是做老師的，咁我媽咪都希望想我做一個專業嘅人士，咁所以我就即係好努力咁地去考會考啊，即係做一個老師啦，咁啊結果俾我即係心想事成地考咗，即係做咗一個幼稚園教師，做咗4年啦，咁都係好得意啦，即係我其實係同啲同學去即係參加新秀嘅啫，我就入咗圍，咁佢哋就冇入圍，咁後屘就變咗歌手啦，就係咁。1992年初，啱啱踏足樂壇嘅湯寶如就已經有機會同張學友合唱一首《相思風雨中》。當時嘅短髮碌令人有一種打破慣例嘅感覺，形象好突出。當我收到歐丁玉，即係我監仔啊，即係我第一張唱片嘅監仔，佢 send 只歌俾我，咁就話係一個電視劇嘅插曲嚟嘅，咁就想揾我同學友唱，咁當然係好開心啦，即係同學友唱我，咁同埋好得意嗰套電視劇冇出過街嘅，咁啊，但係隻歌就好 hit 啦，咁到而家都喺即係華人榜啊，即係嗰啲卡拉 OK 嘅地方都係好多人唱啊，咁即係當時其實我唱《相思風雨中》係都驚嘅，因為始終都係新人啊嘛。咁啊，同埋學友咧，你知道學友要求好高噶嘛？咁但系都好好嘅，嗰陣時學友都好好，即係好提點我好多嘢噶啦。咁而家我唱翻個感覺係基本上即係由尾唱到頭都可以。咁啊，同埋亦都同好多人唱過啦。咁啊，而家唱翻個感覺係有一種回憶嘅感覺，即係會諗翻起。嗰陣時喺寶麗金嗰、那個，即係大家嗰個大家庭嗰、那個好開心嗰個日子咯。講湯寶如嘅歌，一定唔可以唔講《感冒》呢一首。可能因為呢首係一首電視廣告歌，入播夜播底下播到大家都入曬腦，點都一定識唱翻一兩句。觀眾都有冇俾《感冒》令你感親過呢？咁感冒係我諗唔到咁爆嘅，即係咁諗唔到。咁我好多謝阿林夕先生幫我寫一隻咁好嘅歌，即係因為感冒呢個名字其實都好大眾化啦。即係啊，你感冒啊，今日有冇？即係咁咯。咁啊，同埋啲歌詞啦，可以即係用愛情形容感冒一個比喻，咁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幾新嘅寫法啦，喺當其時，咁我覺得啊，係咯，咁呢只歌係帶俾我咯，我都獎項嘅。除咗做歌手之外，我就主持我係最多嘅，咩暑假玩到盡啊 ，K18 啊，好多好多啲年青人嘅節目都我哋都有份啦。咁啊，跟住後屘加埋拍劇添啦，咁即係會幫助到個知名度更加高咯。咁所以其實你話電視有冇幫助，一定有幫助。即係你唔可以話靠唱歌去賣碟咁啊！喺緣分嘅天空下，令我哋可以透過熒光幕加深對湯記嘅認識。每個人都有個階段咯，我個階段而家就係、是我想做乜就會做乜。3年前啊，我喺九展做咗一個25年嘅即係演唱會咁。
我就跟自己说我以后都不想搞什么周年演唱会，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出多久了。虽然 Google 可以 Google 我，但我即不想用那些什么周年周年去，即好像拿个籍口去开演唱会一样。我想即是啱，即是 right timing 我就会开了，因为其实现在开都不知道几时才有得开，即是即是你说网上我也有想过，但是是不是又要收钱的嘛，我觉得好像观众会不会对他不住这样呢，即是 我自己这样看啊。咁變咗，我就覺得希望個疫情快啲好翻先，我會喺即係實地會做呢件事咯。希望好快有機會可以見到佢啦！祝湯記生活愉快，事業順利。哇！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快到了喎，咁作為我哋呢啲咁孝順嘅女女，今天咧，你有啲咩特別嘅嘢準備同你嘅母親一齊好好地咁樣慶祝孝順佢咧？其實咧，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我都係諗住留喺屋企，求其煮餐飯去慰勞下媽媽，同埋講翻聲 I love you 就算嘅咯。冇搞錯，你個衰女包啊！呢啲嘢點可以求其啊？喂，母親節喎，好重要啊！咁其實今年咧有個活動咧，就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噶啦。既然可以幫到媽媽慶祝之外，亦都可以支持卑詩省兒童醫院的基金會的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就叫做母愛要同心，居家茶聚啦。其實講開卑詩省兒童醫院，我上年都有幸去參與他們的愛心大行動電視電話籌款活動，成為主持之一。其實那次拍攝真的非常難忘，因為 Suki 你知道啦，通常這些籌款活動的拍攝都是 in studio 的，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就要留在家去拍，所以是透過網絡去完成整個的拍攝過程。而且我知道上年他們原定的茶聚的一個活動，同樣都是想著五月份母親節舉行，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和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所以被迫要取消的。是啊，不過今年就很好彩啦，這個茶聚活動就沒有被取消到的，只不過就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地在居家茶聚。哇，他們還很貼心地準備了兩種不同款式的 T 恤給大家，有中式的也都有西式的。哇，真的一定有一款適合你的口味，一定要快點去訂購啦。其實這個中式的和西式的兩款 T 恤都有少少不一樣的價錢，不過部分的收益都是用來支持卑詩省兒童醫院基金會的骨科的。是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訂購嘅話咧，記住呢個日子就係4月30日啊，因為呢一個咧就係訂購嘅截止日期，同埋我知道咧佢哋嘅呢啲嘅 T set 咧，其實咧都係有限量供應噶，所以咧越早訂購咧就越好啦。冇錯，一定要快啲訂購啦。咁如果大家咧想訂購，又或者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聯絡卑詩省兒童醫院基金會嘅負責人。Calvin Lee， 記得去找他啦，有什麼問題？沒錯，其實除了有這個茶聚活動之外，五月份開始愛心大行動都有不同的籌款活動陸續有來的。其實愛心大行動電視電話籌款活動也會在6月12日的新時代電視播出的，當晚會有很多有感人又勵志的病童故事，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們。其實不如現在支持一下我這個小朋友先，因為我有一點肚餓，我們可不可以看一看這個 T-set 先？可以，不過我相信其實你都不是小朋友的。好的，我們立刻。好靚啊！嗱，見到一層層啦，好精美嘅西式糕點啦。Suki， 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先咧。好啊，咁當然有啲非常之特別嘅甜點啦，包括呢個抹茶柚子蛋糕，好清新嘅口味啊。仲有女仔嘅至愛啊，藍莓草莓嘅意式奶凍。反而最吸引到我嘅咧係佢哋嘅三文治啊，當中包括有呢一個青蘋果雞肉三文治啦，同埋日式雞蛋三文治。哇，聽到佢哋嘅名咧，我真係～流曬口水啦！係啊，又有鹹嘅啦，又有甜嘅啦，真係非常之豐富一個套餐啊！而且咧，而家買呢個精美套餐咧，仲會附送一啲愛心嘅小贈品，譬如呢個啤啤熊咁得意，大家咧係咪好想帶翻屋企咧？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贈品嚟㗎啦。其實我都真係好想帶翻屋企，不過而家呢一刻咧，我好想食嘢啊！不如我哋開餐啊！好，快啲食嘢啦！
頭先 Suki 都講過啦，買呢一個嘅西式套餐咧，就會附送一個咁可愛嘅啤啤熊，但係中式套餐都有嘢送嘅喎。就是我手上呢啲七彩缤纷的口罩啦。咁而头先咧，我哋都系食过呢一个西式啦，同埋中式，真系好好味嘅啲嘢食。我相信咧，所有嘅妈妈们咧都一定会非常之中意，所以大家啦，快啲嚟预购呢一个嘅茶叙套餐啦。系啊，咁其实呢个居家茶叙套餐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啦，因为你可以选择杯送又得，自取又得，反正咧就可以令你同妈咪咧可以好安心咁样喺屋企度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母親節啊，特別啦，係而家疫情咧又開始緊張翻啦，其實一直都係反反覆覆咁樣咧，真係咧好令人擔心健康啊。係啊，其實無論係大朋友啦，定係小朋友咧，都非常之緊張啊。不過好彩，我哋咧研發成功疫苗啦。係啊，不過咧，其實除咗一啲十七八歲一啲高危嘅青少年之外，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又或者青少年咧，其實都冇乜機會可以打到疫苗嘅。係啊，同埋我知道咧，研發呢一個疫苗嘅時候咧，主要嘅呢一個 subject 啦，被研究嘅人咧，都係以成年人為主啦，所以咧，冇人知道當疫苗打入咗去小朋友嘅體內咧，會有啲咩嘅副作用，或者係會有啲咩嘅發生㗎。係啊，真係唔知道會有啲咩影響㗎嘛，所以其實咧，關注兒童嘅健康咧，都係好重要。千祈不可以忽略了他们的健康问题。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卑诗省儿童医院，让他们可以帮助更加多患病的小朋友。得闲约伴有一家心烦，再加过一晚，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说 Snapshots right now， Snapshots right now，摄氏认真就算一人，都等等等等。这个节目里，观众又有喜，一心一意只会为你欣赏这节目，有精彩报告，每一个 tour， 我们晚上见。